朋友们好呀，现在要差不多要下班了，我们5点钟下班，等一下我要跟我的一个同事，一个小男生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小伙子，他说他请我去吃那个石锅拌饭，他吃那个过桥米线，等一下我们骑小摩托去，因为要到城里面，现在差不多了，我拖一下地，我们就要出发啦。出发！头发都吹得冷了，真的吹瞎了。我们就是要来这一家吃这个过桥米线。我同事骑小摩托过来，我在这里等一下他。这里就吃过桥米线，怎么没人啊？现在生意不好做，松茸过桥米线48，杂菌38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骑着小摩托来了。我忍不得，敲好了，吃点那个。我们吃那个比较合适，我吃点便宜点的。咋？他就咋？对。好久没来这边吃过了，以前经常来的。这边还有个小桥流水，我们的过桥米线，标配就是标配版的过桥米线。好的。我们的过桥米线好了，先一块。先把这些放进去，肥牛。我们吃的都是一样的。把迅速的放进去，这些小咸菜等一下再放，这是肥牛的，然后放那个鸡蛋，把鸡蛋放进去。把这个香酥放进去。哇，这里还有点肉。把这些倒进去。把米线倒进去也是，再把米线放进去，我的已经可以吃了。已经有六年没吃过过桥米线，真的呢。好几年没吃过了，好吃。这个28块钱的份，还有更贵的，有30的，有100多的，200多的都有。那牛肉已经烫熟了，来弄一点咸菜，那个太清淡了。我们吃不过那个清淡的，弄一点腌菜，还有那个韭菜、辣椒油，这是洋葱，煎一点韭菜，OK， 辣椒油，放点辣椒油。
我们云南人喜欢吃辣，那个太清淡。这米线太多了。这都吃不完。哦，太多了，才吃了一半了。我的吃的差不多了，他的还剩那些。现在这里人比较少了，原来是坐满的，现在都差不多六点钟了，才几个人来吃。我们也准备要回去了，回公司喽。来这里买一杯咖啡，我们两个。这一杯咖啡22块钱，太贵了，对我来说。过去彩票店找他，我的小摩托，这是我的新摩托，重新上的牌照。